对，开起来，开始这里显示，这里显示，显示了之后呢，你一共覆好的膜放到这边，覆好膜的时候，挂板方向去膜去点一下，放到这边先，然后呢，然后就你就按一下这边，等待启动，压好的屏拿出来，放进这边。中间这边，看到两个同时按，两个这个绿色按键同时按，先推进去之后，然后同时按，它就在已经在压屏工作，已经在压屏。没有泡的这种叫什么来着？哎，说话不停的泡，怎么好？